啊！知道了，不要在这出来，认输！我可以原谅你，来吧！我操，那吹牛逼的，来一起上来！啊！其他的选手，其他的来宾，来其他的，其他的人不要来离开我们的现场啊！离开拳台，其他人无关人等离开拳台，无关人等离开拳台。我们的安保，其他人离开拳台。这样吧，丁浩老师在哪里？啊，您上蓝角。上蓝角，刚才是这样，丁浩老师，刚才为什么就一局叫停？因为刚才我们的警察叔叔说呀，太乱了。如果说您这个能合适的话，咱们就在这上边，您合行吗？下面吧。下面不行，人家公安不干。公安刚才是我为什么就是公安来人说不可以，太乱，不乱咱可以。我们有请红角选手。我输了，我不服。我不服。我们有请红角选手。好，我们的现场导播。现场导播，请把直播关掉。我们为了安全，同时呢，所有的人员靠后。如果你们想看到精彩的比赛，所有的人员靠后。这样，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想不想看比赛？想，那听我的指挥好不好？任何人不许下来，你们只能看大屏幕，好不好？任何人不许下来，你们只能看大屏幕。如果下来，我们马上终止比赛啊！如果你们下来，我们马上终止比赛。东哥下去。所有人都上去，如果你们想看比赛，所有人都上去。安保，所有人都上去。你们想要这场比赛，你们想看，那你们就都踏踏实实的上去。如果你们想看，你们就上去，都上去，所有人都上去，大屏幕很清楚，可以吗？可以 ，OK。所有人都上去，所有人都给我上去，想看比赛就都上去。保安，所有人都不许下来，咱们就看大屏幕啊。咱们就看大屏幕，抓紧时间。你别，来，躲开，这边全躲开，全上去，全上去，这儿怎么又那么多人啊？上去，想不想打呀？想不想看呀？上去，只留裁判摄影，其他人全上去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耽误时间，一会儿就打不了了。我们无关的工作人员也到我们的台上去观看，好不好？除了我们的这个机位以外，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像机全部都工作人员上去，那边那几个干嘛呢？上去，无关的工作人员全上去，正规的计分，正规的走，一切全按正规的走啊，说符合国家法律的啊。我们这次是到公安局报备的，我们有报备的红头文件。好，两分钟比赛准备开始。徐晓东是红方，丁浩老师是蓝方。
这是最像我们中国传统式的比武啊，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武字，还有我们的龙字，我们两边写着弘扬中华武德，这边传承中华武术。我们的规则是站立的规则，到地面绝对不许再打，到地面不允许任何不到地面不允许任何的击打。好，比赛开始，不允许任何的击打。好，比赛开始。随便出吧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，你够了，你随便出吧。那你要打我？不是，咏春是防守反击为主的拳种，点到为止吧。好哎，郭老师，您打我脸这么狠啊？已经流行了。咏春就是这么打的。如果真的下手，你应该这个节目已经演不下去了。这已经流行了，是吗？对。那我换一个，你给我换一个毛巾吧。来来，不要真打吗？那咱们打一打。好，来，换点东西吧，换点东西。好，面罩，好吧。不是，我这您这一拳上来弄的真够狠的。有问题，明天 Friday 是吧？换那个。不这么的，大家呀，大家也别跑了，没意思，对吧？这帮人说了，我现在这是节目。明天大家看一下这儿是不是 Friday？ 对吧？那么明天。我请大家见证，我跟这位丁老师，我们上擂台打，不上擂台，对不起，说错了，不就在这儿，明天我们在这儿打，明天我们老师怎么安排，我怎么安排，好吧？完了之后，明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好，哦、我这老师这上来这一拳真好，真牛，那咱真的牛。他不玩假的吗？对不对？不玩假，好不好？如果玩假了，就已经不尊重中国了。大家见证一下，啊，不，你没错，你没错，我是不是尊重你，完成了？我说这是节目，待会儿说了吗？我说玩节目，你上来给我这脸一拳，那我告诉你，现在很气愤，我现在就想揍你，说实话，但是呢，合理合法，我不能犯法，所以这么办，明天 Friday， 来咱们见证一下，我呢上擂台跟这位哥们儿呢好好气愤一下，不上擂台了，说错了，就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问你一下啊，咱们就把这东西定这儿，能随便拿吗？可以随便打，大家听见了啊？买保险，不玩假吗？随便打，不玩假，好吧？您也一块能打吗？算了，我一块打你们俩吧。不，我跑了啊！明天就跑了。明天就别跑，不会的。这我相信这位老师，这我相信这位老师。还好我现在没病，要不然你也来，咱一块打。明天我一对一。好了，比赛开始了。有力，有力，有力！哦，有力，有走。好，到地面就没有了，到地面就没有了。好，到地面就没有了。看，你们疼吗？基本上，别动啊！咬下去了，你们。好。上边可以指导，是可以指导的。有力！啊、这拳确实很快啊。稳重！好，回到原位，再次摔倒，没有关系。学长都吐血了，全击倒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实际上这个，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咏春的实战能力啊，实战能力，挺好，还真的不错。好，很有表现，这是一个里程啊！指导，还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，好，不要再打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好、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还可以的，完事儿。好，我抓紧时间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计时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1分10秒啊，1分10秒，现在指下去。我们医生确定一下，还可以吗？丁老师。
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消，我们可以取消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探讨，可以吗？丁老师还有一分钟啊，丁老师还有一分钟啊，我们只打一局，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就开了。我觉得刚才丁老师的表现已经大多展开，看这些展现出了很多涌现的技法。别摔，好，那么跌倒，别摔，用拳跌倒，大勾拳，勾拳，好，没有地面，没有地面，跌倒，跌倒，不要后直勾，好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计时，计时，看一下，57秒，还有57秒。三斗，好，比赛